Surprise！ 好久不见，亚美。老公，老公，想你老公活命，帮我处理掉几个人呢？一个普通女人能帮你们做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普通女人。会避开子弹的普通人吗？不错，但还是比以前慢了点儿。亚美，你不是跟我说你是舞蹈老师吗？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骗了你？哎呀，3年前的行动失败后，所有人都以为你死了，但是我就不相信。死要见尸的嘛，如果见不到尸，那就要见到活人咯。方丽是吧？哎呀，你说你跟你老婆睡了3年，她是什么人？你一点都不知道啊！是你给我闭嘴啊！你骗了我，原来所有都是骗我的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哇！我今天来。可不是来请示你们忠贞爱情的，你们那些情情爱爱，等你留着性命回来再说啊。Please， 老婆，拜拜，老婆。
我需要组织的帮助，我要救一个重要的人。你的档案已经被封锁了，组织是不会帮你的。不过既然是你重要的人，我是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我只要我以前的东西。谨记不要杀人，不然 ATO 不会放过你和我的。什么意思了？你以前经常来，看样子和男朋友分手了，算是吧。那就是一个人了。现在是两个，要不要换个开心的地方？好啊。大哥让你做的评估表呢？对不起啊，黎明先生，我只对巴松先生一个人交代。我呢，想帮大哥处理这件事。你也知道，大哥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不太方便的嘛，啊。对不起，帮不了。
我可以帮你，我帮你放进去啊。黎明，不要打扰 Dr. J 的工作，他的业务我会自己跟进。好，大哥。医生，这么快就有惊喜了？我的肾，我的肾，快帮我缝上，快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了吗？还行吧？有救吗？很完美啊，缝得很漂亮。我说我的肾，你的小宝贝嘛。似乎有点不开心呢，看来我得用我的储备了。我你被人跟踪了。Shall we stop her? Don't stop her. She's going upstairs. Let her in. I'm just out of pieces. Yes, Alpha. Such a sweetheart. Don't let it go.
老子开枪了！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